我们将这个这一座用塑胶做好的这个脚座啊，怎么做好？就放到我们这里面来。好，这个水桶，因为它水最后会从这个下面滴下来啊，所以我们让它滴落到我们这个。这样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然后我准备来插电，让那个水开始做循环。那我是利用一颗28瓦的沉水马达，它的扬层是2米高的，我们这个高度在不到150公分啊，大约150公分，所以2米是没问题。那各位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水开始从这边进来的，有没有看到？给各位看一下。那个一条一条，这个水都滴下来。淋在这个我们的水帘片的上方嘛。因为水帘片就是纸张材质，它会自动导水，会把其他没有淋到水，会把它弄湿嘛。